欢迎收睇低端港男摄影社，麻烦大家帮我订阅同埋分享。今日我就去咗一间职业介绍所嗰度做登记，咁咧佢主要咧系介绍你做一啲臨時工嘅，咁佢哋嗰個安排咧就係你首先要上嚟填資料登記啦，冇 NI 都可以做住先嘅。咁跟住咧，佢哋就會話咧就會俾話inform 你一啲 vacancy， 你再同佢講你究竟 available， 跟住咧先可以完成個手續嘅。聽落都好似幾靈活。咁如果咧有進一步消息咧，我就再拍埋下一個 shot 俾大家睇。歡迎繼續收睇低端港男摄影社。琴日咧，終於等到 A 准嗰個電話，咁咧就介紹我今日咧嚟一間咧叫做 Lessing 公司度咧就做一日臨時工。咁而家咧都揾緊嗰間公司喺邊度，咁亦都要睇下佢今日咧係點樣安排。咁之後咧再拍片同大家預告啊。今日嘅工作咧，其實就係幫人剪草。你見到咧，仲包括埋呢啲咁嘅長尾鞭咧，長尾鞭嚟嘅。妖狐在马嗰啲啊！欢迎继续收睇低端港男摄影社。琴日剪完草之后咧 ，A 准即刻再联络我话，今日咧又有另外一份临时工介绍俾我。咁咧就嚟到身后呢个食品工厂度翻工嘅。咁但系咧，我首先要分享一下咧，琴日嘅少少插曲先，因为咧 A 准咧一开始咧系俾错地址我，咁啊两个临时工咧分别都同一时间去错同一个错嘅地址，咁咧嘥咗成。大半個鐘咧，跟住先可以去到咧指定嘅地址度剪草嘅。咁啊，令我諗起啊，香港嘅 Working 呢個 Apps 或者呢間公司啦，我都試過咧有兩次經佢哋揾工，但係咧去到餐廳之後咧，餐廳都不約而同話冇 request 過咧臨時職員啊幫手啊。咁今日會唔會遇到同樣嘅情況咧？咁就入到去先知啦。好，大家好啊，今日嘅臨時工作咧又完成啦，咁係一間食品包裝廠嚟嘅。其實咁成日咧，我就主要係接紙箱同埋 repack 一啲口罩啦，幫佢。咁樣咧個工作環境咧，我覺得都非常之企理，啲人亦都係非常之友善嘅。咁而我計過數啦，咁人工方面咧，其實係高過曬我喺香港任何一份臨時工、contract 工或者任何一份咧計時薪嘅工一大橛嘅。咁如果每個月有12個工作小時咧，唔係每個月有12日係咁樣工作嘅話咧，基本上夠交租、夠食、夠交税同埋夠搭車嘅。不過咧，呢度咧並唔算係一個非常之勞動密集嘅地方啊，即係同國泰空運站嗰啲咧就冇得比嘅。咁所以咧，長遠嚟計，呢啲咧都係 bonus 嚟嘅啫。長工咧都係要揾嘅，不過咧等我去埋威爾斯旅行先。好，本集仲未完，因為咧 A 準又有電話嚟咧介紹我第三份嘅工作，係一個星期裏邊嘅第三份工作啦。咁嚟到呢一個叫做 Great Western 嘅工業村嗰度做嘢嘅，咁其喺一間叫做租借展覽用品嘅倉。嘅公司咧就做嘢，咁咧就做埋跟車嘅，咁咧基本上兩日大部分時間咧就真係坐喺度收錢，即係坐喺車度收錢。咁但係咧啲貨咧就真係幾重下嘅，咁包括一啲台台等等咧，即係展覽場地嗰啲啊。好啦，咁咧今次咧就真係要再次讚一讚個 A 準，佢真係安排到工作嘅。不過咧呢份咧就要凌晨起身啦。咁唔知大家嚟到應該。之後咧，會唔會有機會做翻一啲類似嘅工作啦？終於出咗第一次糧，同埋立咗第一次相，再次驗證到咧呢一間 A 準咧，同埋佢嘅 arrangement 咧，全部都係真嘅，真係收到錢嘅。咁啊，四個大字喜出望外，因為我估唔到呢個 A 準咧咁積極同我安排臨時工作，甚至咧佢哋嘅 staff 咧星期日都做埋嘢幫我安排嘅啊，咁啊非常之值得我嘅。讚賞啊！我覺得咁相比起香港嗰啲求職 A 準啊、求職代理咧啊，真係差天拱地啦！香港嗰啲 A 準咧，大部分都係唔識字，甚至連自己嘅公司名咧都講唔清楚嘅，甚至講唔出啊！應該係咁，你只要佢同你聯繫啲個僱主，跟住咧揾到份臨時工或者揾到一份工咧，真係發夢啦！咁但係咧有一間咧都係要讚佢叫做outsource plus， 咁咧就係當年安排我去。
日本時裝連鎖店嗰度咧就翻臨時工嘅，即係最大嗰間啦。咁仲有編埋更表，亦都文件啊資料咧非常之清楚嘅。咁所以到今時今日為止，都係要讚佢。咁我喺英國呢，其實錄呢個 shot 嗰時咧已經大概咧就做咗兩個星期嘅臨時工，主要都係去嗰間展覽場地用品租借公司嗰度咧就做跟車，同埋咧喺佢哋個倉嗰度幫手嘅。咁講起跟車咧，我就諗起翻起咧以前喺香港打工，有一年紀咧係為一間德國嘅小型企業效力嘅。咁嗰時就喺 office 度做 customer service， 我哋咧就有一個供應商叫做恒生運輸，要開埋你哋個名。咁佢咧就係幫我哋公司咧提供咧配送服務嘅。咁但係呢一間公司嘅負責人咧就經常喺 WhatsApp group 度公開指責我話照顧得佢哋個車隊唔好喎。咁但係公司咧又冇俾一個清晰嘅指引，慢慢咧連一啲咧我控制以外嘅一啲意外咧都歸咎於我喎。好啦，咁所以咧我就發現到其實你哋一切嘅指控由 day one 開始都係具針對性嘅，你同我哋公司有冇夾埋咧？我就唔知道，但係立場上你哋就肯定同一夥啦。咁所以到最後，我臨走嗰個星期咧都整蠱過你哋一次嘅，但係你哋都係好似唔知咁，所以希望你哋見到我呢一條片啦。咁好啦，咁講翻我自己嚟緊咧，將會咧進入咧就揾長工，即係 permanent job 嘅階段啦，咁所以咧未必可以花太多時間做臨時工，因為咧大部分嘅時間咧都會 suppose 咧 stand by 去聽電話，同埋甚至做封 interview 嘅。希望咧我這個順利咧可以延續落去啦。咁 so far 其實嚟到英國之後咧，那個開局係幾靚嘅，咁啊希望盡快揾到長工。咁好啦，講咗咁多有關翻工嘅嘢咧。其實咧就係想宣傳一下，我呢個獨遊鬼跡頻道將會有一個新環節咧，就推出叫做事務所後巷。其實咧就係我臨走之前咧拍咗一個咧有關香港翻工嘅回憶錄嘅。咁希望咧大家繼續支持啦。好啦，咁麻煩大家記得幫我分享，其他嘢都係唔使做，最緊要係分享。咁好啫，下一集咧繼續同大家分享有關英國移民嘅資訊。